大家好啊，各位观众，今天是法国当地晚上9:20，目前呢目的地是出发到塞纳河去看一看当地的河景，因为毕竟游湖嘛，泛舟游湖，你这肯定是晚上更好看，白天的话没啥太大意思。考虑到啊，这是我头一次在相对来说比较夜晚，而且呢别看说法国这地方日落比较晚，但是啊也快了，还有个十几分钟当地就黑了，多少冒一定的风险吧。当然这干任何事都得有第一次嘛，到国外旅游啊，你也不可能晚上不出来看一看当地的夜晚的城市风光，所以呢就是叫了个 Uber 司机啊。这 Uber 司机是一位黑人老哥，这服务态度各方面确实是挺好啊，就是不怎么太吱声。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还有个五六分钟吧。我感觉这一路走来还是挺顺利的。当然，实事求是讲啊，我在来的过程当中呢，多少有点后悔了。因为怎么说呢，你要是晚上出来的话，最好是有当地人进行陪伴，这样呢，那可能说才更安全啊。但是我毕竟成年人嘛，而且我体型也相对魁梧，我感觉应该不至于说出什么意外之类的。看个这个河景风光而已。Because the police is stop i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go there. Okay. How much? Okay, okay. €8. Okay, €8. Okay, okay. Here. Have €10. €10, you don't have €10? No, €10. So, €10, I don't have money for €10. Oh, you don't have enough. How much you have the coin? How much you have the coin? It's okay. Hey, keep it. Yes. Hey.不能说是被讹了吧，但是怎么讲，我给他20块钱，他说没有零钱，没有零钱。我说你有多少硬币啊，给了我几个硬币，这几个硬币目前看呢，我还没仔细数啊，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嘛，没法继续往下拖呀。当然我感觉这黑人老哥不坏啊，没啥太大毛病。我看他给我多少钱，我刚才给他20，也没办法呀，这地方没有地方换钱，可能当地这个移动支付各方面也是比较先进。我看给我多少钱啊，2块、3块、4块，不到5块，还可以吧，相当于是5块钱给了小费了，还凑合，5-6块钱的小费吧。到地方了啊，看看这个游湖搁哪儿坐，就在前面吧。你看现在因为奥运会期间，所以啊这安保各方面设施非常到位，哪儿哪儿都是警察。Can I go? Stop. No. I need a bus. 我感觉来法国呀，在奥运会期间来有点不太合适呢，哪哪都碰壁。我之前去那个巴黎圣母院还有那个卢浮宫也都不营业，你进不去。没办法，这看来这湖啊是游不成了，这点那就只能是往回走了。这条街各位看啊，是不是看埃菲尔铁塔一个绝佳的取景点啊，完全偶遇，这要不是我晚上出来了我都遇不着。这根塔呢，我白天看的时候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的观看欲望啊，因为白天看就是黑漆漆的，离近我也瞅了，离近看其实也并不震撼，但是晚上呢你看这灯光效果一打下来立刻就不一样了。要不怎么说这个人配衣服马靠鞍，而这个景点呢它也得靠灯光映衬，最上面那圆球珠光宝气的，晚上看确实挺好看。你看一堆人都在这儿取景呢，而且我刚才就是在这儿停留片刻啊，就发现路过的美女
数量占比明显比日常要高啊，有可能真就是一个网红景点啊。你看搁这附近拍照打卡的好多都是模特身材，一点不假呀。巴黎时尚之都嘛，魅力之都，确实有好多人都在这附近。你看看这，这是一看这是属于是哪种，不清楚，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哪儿来的，确实挺漂亮。哎，包括这小店里边也是啊，小店里边这小店也是因此呢获益颇丰啊，开在这条街上好多人，那你打卡的同时捎带手不就搁这吃一顿吗，不少消费啊。一般像巴黎就这种店，尤其背后要是靠个旅游景点之类的，里边一听无糖可乐能卖你5欧元，5欧元都不算太贵啊，有的地方比这更贵。我就不禁吃了，因为在巴黎待这几天我发现这个美食之类的也不是怎么特别得口味啊。为啥呢，去这玩意儿，这是当地人都添这个奶酪之类的放得多，我发现很多菜都是里边一堆奶酪，这个都是热量炸弹的，所以我目前最怀念的就是米饭之类的。这俩模特搁这照了好久了，一直在照，可能不太满意。我感觉啊，像他这周边的，如果说城市有一定思考的话，可以考虑。包括这商家，你多弄几盏灯啊，你把这条小巷彻底整成一个拍照打卡的专用地点。你这昏暗的灯光，为什么人美女摆了好几遍 pose， 结果摆不明白呢？那主要是因为这灯光不行。你看往前走了，往前走了，步伐各方面确实是有点专业素质，我能看出来。肯定是专业练过的。搁哪儿做这个模特工作呀？有可能拍到名模了啊，不太清楚具体各位。但是晚上太昏暗，再者一点，这地方人不算太多，咱也不好，哎呀，盯着拍。但是主要还是从审美角度啊，确实有一定的艺术构图的这个价值。你看，你看，走这两步，确实挺好，确实挺好。再离近点儿，稍微放大放大。反正黑灯瞎火的，放大放大吧。看一看啊。哦，这是婀娜多姿啊，这位美女。那旁边是拍照这个一样啊，两个美女。往前走了，往前走了，往前走了。美景啊，美景，不虚此行啊！看这边铁塔多好看。再见了啊，各位观众。饭我就不吃了，因为确实没啥可吃的。现在我就。明天呢争取去找一个中餐馆去吃一吃，你不吃大米饭不行，感觉每天都多少有点饿，不吃饭不顶饱啊。哎，这边的美女坐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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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美女啊。再见了各位观众。